陪家境过完了，有没心疼以后你放心啦，阿凤姐会退休有两金，伊的后事嘛会办甲真好势，真圆满。你都莫阁烦恼好无？你敢袂当卖对我遮尔好？我做遮侪对不起你的代志，敢讲你拢袂怨叹？什么好怨叹的啊？啊，嘛不是你造成的啊！啊，不过伤害你的人是我啊！我其实会当想别个办法来解决代志。啊，不过迄个时阵，我的头壳内底就敢那只有秀友尔，我根本无去考虑到你的感受。那是要讲自私，我比伊搁较自私。你无啦，我有，为着要保护秀玉，我亲手把你杀掉的亲戚，比你大，比你大，比你跟我分开，还阁害你受这么大的折磨，拢是我的不对。你无做唔对，是我家己无多看我心爱的人这么艰苦，我才愿意去打的。我的人你嘛知影，若不是我心甘情愿，无人会当逼我。你干嘛好不？我拜托你给我妈，你敢知影讲，为着要让你无退路，我甲中医佫超过伊伫你的面头前，结作感情足好诶。我，你即句话啥物意思？啥物叫做你甲中医结作感情足好？Thank you.
感觉你对我感情搁伫个。夏美总啊，恁的囡仔都要出事啊！我搁讲这个是啥？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代志，切嘛唔通拍歹你甲中医兄弟的感情。我无想要搁看到另外一段遗憾。想打败兄弟感情的人是，我对伊我已经足有挣扎，要无我的拳头早就甲无落啊。有一半的原因，是为着顶一代的感情；另外一半，是我无想要有你歹做人。中医都是为着你甲伊的感情，伊才会娶我。迄当阵，伊看到我，你，甲秀瑶，根本都是一把死棋。伊为着大家设想，毋知会想出甲我结婚做嫁人啊无？你甲中医是囝仔阿母，啊！不过你巴肚内囝仔，中医毋是迄款人，伊对我真好，伊人真君子。伊从来都毋捌做悔过，那安尼，巴肚内囡仔是，我讲少年一世人。哪会怪一个人？我全部所有一切，我敢那想要给伊的人命。我巴肚内的囡仔是伊的。Yeah.